哎，这怎么有瓶饮料啊？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饮料怎么过期了？哇，不能喝，不能喝，不能喝！小姐姐，干嘛？你快来，我这儿有瓶饮料。啊，我来了，这是我的，你不准动它。你的。这是我的。好嗨哟！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好震撼，好夺目，好颠沛。哇，这个人疯了吗？这个人，哇，哇，被毒死了！哇，这饮料，哇，这饮料过期了，这么吓人！哇，这太吓人了吧！哇，幸亏我没有喝，哇！哎，来让！哎呀！跟我玩，你队友呢？快点把他喊过来，快点！小哥哥，你不要杀他，我把我所有的装备都给你，你放了他吧。那你上来吧。谢谢你，小哥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别怕，我来了。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我喜欢他。为了他，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哼，爱情，遇见你们，算我倒霉。往后的余生，愿你们白头偕老。怎么会爱上了他，并决定跟他回家，放弃了我的所有，我的一切无所谓。这怎么有个盒子？哇，这怎么还有个盒子？这太恐怖了吧！这个天，哇，这怎么还有两个三级头，还有医疗箱，还有大包？这真的是，哇，这是钓鱼的吗？哇，这太恐怖了。不行！小姐姐，干嘛？你快上来！怎么啦？快来！你快来！快来！来了！你看那边，看那边。哇，两个三级头，还有那么多包。你快去捡！我不去。我给你发我腹肌的照片。你有腹肌吗？你？给你五毛。哎，五毛行，那我去了。你说好了给我五毛啊？给你五毛。有人吗？你快救我！快救我！不要五毛了！哇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溜了！你快给我报仇啊！哇！哇，你个臭男人，打我呀！哇！打不到，我翻！哇！你打我呀！你打不到，我再翻！哇！打不到吧，气死你！哇！我翻！你别翻了哇！你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哇，气死！哎，你翻呀、啊！你再给我翻呀、啊！你还有子弹吗你？姐姐，放心吧，这把我们三个绝对带你吃鸡，你就等着舔包就好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啊！给我上！小姐姐，对方火力太猛了，快救我们！对面几个人啊？对面一个人。一个人把你们打成这样，你们也太菜了吧！就这水平还带我吃鸡，可呸，菜鸡！你行也打不了。别想，不给。给我玩玩嘛。就不给，除非你叫我。不可能，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爸爸。那算了，那你自己找吧。真的不给？就不给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能怎么样啊？别！好，一星，小哥哥，给人家玩一下嘛，人家特别想玩。人家也想玩了啦，人家都玩出感情了，妈妈。哇，我不要了，行吧？你别这么骚，你正常点行吗？别跑啦，给我站住，不准跑。哇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，哇，太吓人了，哇，还跑，抓到你了吧？
啊，姐姐啊，你现在把枪放下，你饶我一命，我也饶你一命。你想把我吓死吗？还让我把枪放下，你饶我一命。我就不放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我都说了，你把枪放下，我饶你一命。哇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安排了狙击手？你也太阴险了吧！呸，举报你！